家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 Susan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王小月，我很高兴看见你们。我今天会说普通话在这个 video， 然后我有我的 Halloween 长指甲，你喜欢吗？觉得怎么样？我说普通话不太好，但是我每天给我的父母说我很奇怪，因为我说普通话的时候我有一个英语口音，然后我说英语的时候有一个中文的口音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出生的在中国，但是我四岁的时候给我的父母一起来加拿大，我就已经住了这里了23年。我有的话说不准，不知道你可以听得不听得，我要说你会中文。我有27个不同的东西我会玩，因为我刚27岁，我非常喜欢你喜欢，还有休息你的脑袋，还有休息你的身体。不好意思，我的 microphone 里边有好多 slime， 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盒子这么重，我有好多东西。第一个东西是海绵，海绵，海绵。这个边一点脏。
会出来。
是从 Spa 上的 Max。Thank you.
起手呀。
上。
学时，听书籍，听书籍，听书籍。我可能说的不准。
西是烧鸡。
长指甲，长。